新泽起来，拥抱太阳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李谦在上面，我看到上面。你还竟然拿刀，还敢拿刀？砸他！来砸他啊！气死我了，然后就打他。哎，是给你一个面子，日后，哎，今日画板放手，有约到我去，来，双面胶。放手，不放。今日不把你打成残废，是给你们祖父一个教训。这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就啊，错了错了，再来一遍。你们转过来吗？开。来，十分。看得到吗？来，就听到那个别人扒了一下，那个别人这样扒我身上很危险，不能这样弄别的。起码给我用夹子吧。没有别的，有，肯定在裙子上，你没找着，肯定就在我身上的。服装，服装，来服装。有，他刚才就是用别的给我别的。刚才用别的别的吗？塑料袋里，吓死我了！我说别人没有了，他怕那个别人扎了他的屁股。对呀、啊，塞腰带的，塞腰带的。